他除了帮自己选购鞋子外，也会帮身边的人买鞋子吗？会，一定会。非常帮谁买鞋子？一定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人啊。谁嘛？像我父母亲啊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我，选孩子的吗？对，恭喜哈！谢谢，谢谢，这真的不得了，这个没想到这动作这么快啊！很开心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人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，对，那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，那我自己心态上啊各方面都还在学着适应当中。静雯有没有特别就是说比方说哪边不是比较不舒服，或者是说特别有什么嗜好你可能需要？目前为止都还算正常，对，就还没有闹脾气之类的。对，就当爸爸那一刻是大概什么样的情景？其实我当下脑中是空白的，对，就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但我觉得，那个东西很短，很瞬间就过了，所以我当下就觉得，我需要去做一个决定，所以就决定就是要把这个生命诞生这样。所以你们的婚期现在有决定吗？因为现在真的还蛮多事情要同时进行，所以可能有这个消息的话，我相信会不久就应该会尽快去完成这件事情。那会是在宝宝生之前还是说之后？之前吧，对，之前。学民当记者，学民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经体验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最终由主办慈善机构五爆料，我捐款。